现在我们很累，开车已经开了很多路。其实我们今天大概已经要开6个小时，反正开了400多公里，现在已经现在还剩应该还剩1个小时左右吧。然后我们在这边服务站里面休息一下。哎，今天我的眉毛这里好像没有填住，没有填好，早上出门太急了。温老师现在出去做操。嗨，早上好，今天我们出发去中午11点，哎呦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新天鹅堡那边，然后现在这边都是山路了。还没呢，我要欺骗你的小粉丝，还没看到山路。过了新，就过了那个湖到飞森那边，那个什么阿门森那边就开始进奥地利，进了奥地利就一下子都是山区了。反正我们是会先到新天鹅堡的，虽然不会进去了，但是会远远的拍点照什么。我感觉城堡这种应该还是要远远的拍照才好看。进去我没有很大的兴趣。老年人都这么开车的吗？避免自己的皮肤被晒伤。我怎么就从来不被晒伤？黑人为什么从来不晒伤？他那个黑色素吸收了紫外线，保护他的皮肤。刚走着，很久已经没有这么接触过大自然了。然后，其实哇，这里好多滑翔伞的人。其实这里已经在天鹅堡的旁边了，这还有个小教堂，先拍一下教堂。Saint Coloman。这个是新天鹅堡，还有点远。车道堵得也太长了，我们这条车道就一辆车都没有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现在到处都偏僻了，然后先进去。47号一个超老的老房子，就是那种意大利老房子啊。这里行李就先不要管它，好不好？我先过去。门开着吗？上面门？我是一个封闭的，你快看看我能扛多少行李。就肯定会有人不求你们出行要带一个桶。这个桶啊，是用来生活，它这个柴没问题。等一下，这房子好像应该就是一户人家吧，然后我们住了其中一个，很老。哎，这，哎，但是还挺有味道的一个老房子。你看你上来一趟，啥行李都没拿 ，useless。厨房，我是真的很老古董的那种房子，这边浴室，然后这边厨，咦，窗台，我发现这边的民风就是喜欢窗台上一定要种花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几乎所有的房子外面窗台上面都是要种花，外面就是街道，这是一个小镇。说吧，这里真的每家每户都喜欢窗台上搞这些花花。这是这个小镇上的一个某一个小小的广场。其实这小镇感觉游客不是很多，感觉这里的生活还是蛮慢的，而且应该也挺舒服的，就是一个小镇。你不行的，你太追求大城市的浮华。那我偶尔来，哎，那里有只喵喵大人，喵，在干嘛？他在啊，现在过来吃饭了，找了一家附近的餐厅，就是这个。门我都没找到，然后这个餐厅根本就没有英文菜单，全是意大利语的。哇，有英文的，这墙壁看上去字很小而已。好，吴老师在点菜了，你就好好看吧。那我就不看了。这餐厅外面还是蛮好看的。你们看看这个餐厅里面送的这个奇奇怪怪的长条状饼干，然后花鲁给你们演示一下它怎么用。刚刚我们想了很久，这什么东西，然后摸到是筷子吗？像筷子一样。然后刚刚问了服务员，他说这是湿的。花鲁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样吃这个饼干。这个可以把它当做筷子，然后吃完之后还可以把它。亚洲人吃这个饼干。Thank you。吃完之后还能把它直接吃掉。那你可以用这个来夹这个面包。这不行。好吃吗？这么硬的吗？真的比较硬。这也太大份了吧，超大一盆。这里居然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，那正好我们在这里飞无人机好了。无人机在我包里，你自己来拿呀。Hello， 早上好。这是今天我们已经出过门一趟了，因为我们车有出了点问题，所以去找修理厂，然后修理厂的人跟我们说让我们过半个小时再过去。实名 this BMW， 所以等一下再过去。你说啥？实名 this 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，
质量真的是一般，推荐大家买雷克萨斯。早上看到外面就哇，全是山，其实感觉还挺好的。现在在那个修理厂这边，现在把车抬起来看看。探索与发现节目。嗨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山林里面，这个小湖，绿绿的。我们是徒步旅行家，现在哎呀，我怎么戴着草帽那么像农民啊？是的呀，你的帽子像一个薯片。嗯、这什么话呢？啊，我们现在要徒步上山了。这么大的苍蝇。这个深山老林里面都看不到别的人了。嗯、居然有个独蘑菇。这个品种叫什么？好像。看着显眼，但实际没有。啊，其实我们应该已经走了两个小时，一个多小时，可能有的山路有了吧。我已经热的把头发都扎起来，像更像一个农民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边的一个湖，不知道那个湖怎么样，反正已经走了，真的已经很久了。哇，终于走到这边，我们之前找的那个。湖了，但是其实这个湖很小，而且也不太好看。哎，走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才走到。早上好，现在要准备出门去爬山了，然后等一下爬完山之后还要再去一个湖。今天也穿的超运动，穿了 legging。好了，那我就要走啦，来了，好，拜拜，一会儿见。后面还有艘搁浅的小船。他的车车没有修好，所以一直眉头紧锁。直接卖掉。我拍婚纱照的。现在我们在一个河边，湖边，湖边。Miss Rena， 什么什么 Rena？Miss Rena 啊，这就是 Miss Rena， 哦，就那个酒店嘛，标志性的。
弄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。去那边看，我们去那边买点吃的。哦，现在坐在这个湖边吃点东西，啊，这太阳大。这只狗超好玩的。在挺高的山上，哎呀，我这头发什么鬼？太阳大。好啊，周文老师又在自己在那飞。在那边的比较远的地方，比较高的地方，看到下面有个红色的像湖一样的东西，就很好奇跑下来。哇，走了一些，你看这些路都是这么一点点的爬下来的，这些路，然后看到这个红色的，虽然是个还是冰，不知道这明明还有20多度，怎么它可以不化？现在已经是，我觉得应该是蛮晚了，大概已经快7点多了吧。哎呦，我头发，今天爬了一天的山，乱七八糟，已经7点多了，这里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了。看看后面好多牛，吃草吃了一整天就知道吃。哎呀，头发好乱呀！而且现在山区里面因为海拔比较高，所以都已经比较冷了，风也挺大。现在这山里面待了一整天。等等想看一下在山这个山区里面的日落，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，像一幅画。已经准备要回去了。其实这边就是多洛米蒂，就是这个三峰石这边是这边最著名的，有三个峰的，不是山峰石，不是我的发音问题，真的是三峰石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开车上来是需要收30欧的门票，然后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走上来，但是走上来大概走6公里的路，山路而且特别难走，所以的话，
要不然就开车开上来。公里是柏油路，但是车比较多。对，然后就是，然后你开车开上来之后呢，开到最顶上，但还是要走3-4公里的路吧。嗯，反正如果大家来欧洲的话，应该说来意大利的话，非常推荐来这个地方，是阿尔卑斯山嘛，然后是多洛米蒂，就是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好看，这一整片山区，哪怕你随便找一个游客很少的那种山，都特别好看。嗯，但是就是可能要走很多的山路，所以要带好一些登山鞋之类的。我这次就只穿了普通的运动鞋，就觉得脚有点走痛。然后可能山上因为海拔比较高，我们这里已经2000多米了嘛，就是挺冷的，所以外套什么的要带好。这边随处可见就是路边的牛，你看这些牛都已经走到路上了。Hello， 你好呀，嗨，牛牛，他自己走上来了。晚上太阳下山了，他们自己会回家，居然不用人来赶他们，哎，好神奇哦。不然你离牛远，这牛真的一点都不怕人了，见多了，每天游客。已经走到停车场这边了，这边停了超多车，后面这些很多都是房车嘛，房车的车票价格会要比较贵一点，但是就是可以在山上过夜嘛。看下面有野营的，诶，是他们吗？我都看不清。不对，不是这个，野营的是这个，他们就一直在叫野营。嗨，大家早上好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出发，我们去在多洛米蒂的最后一个景点吧。最后第二个。最后第二个景点吗？那你没有告诉我最后一个景点是？最后那个我没去过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就是那就是说是最后第二个景点嘛，就是那个比较著名的 Lago di Braies。嗯，就是一个 Braies。再来一遍。Braies。Lago di Braies。就是在那个 ins 上挺红的，我看到过挺多网红，对，那个网红湖嘛，就是我看到过挺多网红都拍过那种图的。然后今天我们就去那个，但是今天我们去现在已经是快中午了，所以又是大太阳，哎呀，进隧道了，好黑呀。好吧，反正就是已经中午了，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拍出来不是很好看，而且可能会人有点多。Anyway， 但是还是得拍一下，去一下。一个P掉。对，可以把他们剪成一个P掉，就比较累而已。嗯，然后的话，再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多洛米蒂吧。多洛米蒂呢，就是意大利北部的山区，就是阿尔卑斯的一部分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多洛米蒂的在意大利语的里面的意思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花岗岩，对，就是花岗岩。花岗岩的话，所以它这边的山都是蛮特别的，就是在。就像我们昨天去的那个三峰山嘛，它就是山顶的部分，它全部都是岩石，是秃的，就是没有长树的，都是岩石，但是那些是很漂亮的一些岩石，对，反正就挺好看的。其实今天啊，我这个妆都，我睫毛都没有画，眼线也没有画，那但是用眼影涂了一下假装的眼线，就看上去还挺自然的。我觉得像温老师这种直男，说不定都看不出我化的妆。我看出你画了眉毛，因为你的眉毛锋利的像一把剑，像一把出鞘的剑，苍龙在野剑。你这个梗怎么记到现在？因为昨天我在那个房间里面无聊嘛，然后我就看了那个扶摇，然后扶摇里面有一个梗，是那个什么野。我以苍龙在野剑的名义召唤黑风骑将士。哎呦，我正好看到这个，我真的笑出声来。我以苍龙在野剑的名义召唤黑风骑将士，苍龙在野，
就我们现在在走路去那个 Lago de Braies， 因为这边白天开车过来的话，他会把你拦在5.5公里以外的地方，然后让你要不就自己走5.5公里的路，要不就坐公交车进去。还不一定有座位的。对，而且公交车也不一定有座位，没有座位的话，他就不会停了。只要人满了，你就坐不到，你就只能等下一班。但是下一班也有可能是坐不到的呀。嗯，所以我们就走路了，而且我们。硬币只有6块钱，它是三欧一个人嘛，嗯，但我们只有6块，如果我们现在坐的话，回程的话就没有办法坐公交车回来了。我想等等回程应该会很累，所以就想回程坐公交车过来吧，嗯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得走5.5公里的路。终于，好啊。走了，我觉得有2个小时，我爆炸热，终于到了。嗨，现在我们在回家的路上。我是花狗。本来说，还要再去一个景点，但是。今天太累了，而且很热，所以就不想去了，就直接回家了。反正我们回家还要开很久的车，然后的话，下一次的旅程就是在8月21号去冰岛啦！鼓掌，欢呼！没有人鼓掌。那下次的时候再录旅行的 vlog 好了，这次就先这样子 ending 啦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好美啊，的天空，可是我相机拍不出来，你们就脑补一下有多美吧，反正我也觉得很美了，这个太漂亮了。